很抱歉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。是谁啊？说不出话来了吧？拜托你不要随便乱敷衍我们好不好？3年级的，是3年级的陈琳。你说什么？3年级的陈琳？很抱歉，除了陈琳学长，我心里面真的容不下任何人。晶晶，等我啦！他说谁？他说陈琳吗？小姐，你干嘛？我又不是要打你，没事自己上前干嘛？我上前你，陈颖太没有水准了吧？信号女士也就算了，见你男人你也不放过。我连男人也不放过。就是1年级同导啊。同导？你是说那个新生范同导？你还装啊？同导今天才告诉我妹妹，她不能和我妹妹交往，是因为她爱上你了。爱上我？他为什么要爱上我？哦，难不成是因为我这迷人的臀线？下流！搞不懂同导为什么会爱上你这种下流的人。对，小甜甜，我想你误会我了。第一，其实我并不下流。第二，啊，如果我下流，那也就一点点下流而已。可是我根本对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啊。不过今天看在你打错人的面子上面，这件事就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我下次你不要再乱打人，因为这样子很痛哎。走了。你看什么看啊？那恶心的家伙。等一下，你是叫同导吧？很抱歉，我并没有恶意。我知道你是学长的女朋友，我也没有要破坏你的意思。我只是很单纯的喜欢学长而已。学长会那样说，我也早就料到了。但是没办法。谁叫我真的喜欢他？是发生什么事吗？
你不知道吗？我还以为餐厅那件事你已经知道了。餐厅？其实也不能怪他了，因为一个不喜欢的人而遭受到舆论的压力，当然每个人都会不愉快。你真的很喜欢林吗？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喜欢他哪一点？全部。他是我的理想，无论是他的外表或是生活方式，我都很喜欢。但是我也能像他那样，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无趣的人。是上帝装错了灵魂吧？我早就已经习惯了被大家看不起。从小，我就是注定那种被欺负的小孩。学长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我一辈子都达不到的。像我这样的人爱上你，只是自讨不是而已。你不要这样说嘛。不用安慰我，我一点都不恨学长，真的。只要能看见学长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单单是这样，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小绮罗啊，绮罗去社办了。他接了美术社社长，所以没有排下午的课。还有一些新进社员有的没的，最近好像比较忙。秦诺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啊？比方说是什么杂七杂八之类的谣言。你是说同岛的事啊？什么杂七杂八的谣言，我是不知道了。可是如果是他喜欢你的事，我们可全都听说了，而且是亲耳听到。你干嘛那么沮丧啊？绮罗又不是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害怕。哎呦，在你身边发生可怕的事不第一次。听说你们还没有上床。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自己都没办法相信自己了。他是不是讨厌我？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就是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更要逃避啊。上床这种事，又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，什么背景音乐一下来，星星啊、花瓣什么撒一地的。你们男生怎么想，我是不知道了。可是对我们女生来说，可是很大很大的冲击哦。你这样。废话，谁不这样？以前是我真的很抱歉。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过去的事，只要是你的事，我早忘了。好，那我就祝福你跟打野也能够顺顺利利的开花结果了。打野那家伙，该不会都跟你说了吧？绮罗。你干嘛每次都不走正门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他为什么会在这边啊？同岛是我们美术社新社员。新社员？美术社的新社员？你干嘛随便让他加入啊？为
为什么不能让他加入啊？他说他对米素很有兴趣啊。这样你就可以随便答应他？不要对他那么有偏见嘛。你知道他很仰慕你，他还说希望自己能像你一样。我想我能体会他的感觉。你明白他的意思吗？他希望自己像你。那个，我刚才在餐厅，我好像有点过分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喜欢画画？我常常画一些水彩画，不过油画我就没画过了。比起这一些一般的画，我比较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，所以摩罗、爱根西雷我都蛮欣赏的。爱根西雷？你也知道爱根西雷啊？不知道。不过看过企鹅的画以后，我开始对写实风格比较有兴趣。他能把学长画成这样，我想除了他，再没有其他人。我说，你难道真的只喜欢男生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没有想过要试试跟女孩子交往看看？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也不是啊。哇，你是双刀哦，你这小子真有一套哎。我跟你说，你跟我讲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的类型。还是不要说好了。什么不能说的？你跟我讲嘛，搞不好我有认识的可以介绍给你哦。我认识很多女孩子哎。我喜欢像绮罗那样的。臭小子，林，你是不是欠打你？我好心把你叫起来。林，你不要这样子嘛。真的是欠揍你。林，好了啦。我操，那死小孩。长得一副可爱相，就一点都不可爱。也许他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觉得我对他特别照顾吧。那你干嘛要对他特别照顾？那是因为他在哭啊，还不是你跟他说那些话让他很伤心。伤心？你放八万个心吧，他才不会伤心呢，他是装出来的好不好？什么意思啊？他如果真的伤心的话，恐怕一个礼拜都不敢正眼看着我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大大方方的看着我的双眼跟我说话。相信我，他跟一般人绝对不一样。是一个后来脾气变得非常坏的人，那个时候我就像他的仆人一样，只要我稍微一顶嘴，他就马上发火。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？我是想啊，所以被他打得半死。幸好林学长救了我，对我来说，林学长就像救世主一样。哎，九啊，刚放学了。嗨，阿斌。林呢？我最近社团比较忙，没有跟他一起回家。这样，上来吧，我
送你回家。那我先走了。小石头。谢谢。被我抓到啊，跟别的男人一起走回家。他是我们美术社的新社员。太少了。真的啊，他叫范同岛，林也认识他，不然下次自己问林。就范同岛，你认识他吗？老子觉得有点熟。搞定，运气真好。其实呢，运气也是实力之一啊。喏，三千。谢龙，林学长说待遇不错的工作就是涂装车。你是跟屁虫？你怎么阴魂不散啊？学长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跟你赌一把。来够吗？要是你赢了，这些钱都是你，但是我赢了，我要占用你一个小时。想买我？你输了可不要哭。开的还不错嘛，谢谢。我开球一向都很准。开球准是没有用的，有时候还是需要精密的计算，还有高度的技巧。然后等待机会的来临。不会想直接进九号球吧？你不觉得有点勉强吗？有时候不要相信自己的运气不错。看来幸运之神离你而去哦。如果你要我热情一点，我也会努力的。
来这个地方约会未免太寒酸了吧。到底要干嘛？我并没有真的打算要你做什么，只是希望你可以来这里看一看。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？这个地方有我们共同的回忆。5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相遇的，那时候我差点死在这个地方，当我被我的同伴毒打，你却突然出现救了我，记起来了吗？跟唐导之前就认识了，其实也谈不上什么认不认识啊，是有一次我碰巧遇到他的。我记得那时候他好像正在被人家海扁，我那天心情也不好，我想说反正发泄一下也可以啊，所以我就顺便救了他，我把那小孩打得半死，就你知道吗，童老那家伙，他竟然连一声道谢的话都没跟我说，反而一副怨恨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是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那家伙就是童老。如果当时没有童老那样眼神的话，我可能已经把那家伙打死了。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自己也发现不太对劲。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其实你很可爱。借给你吃。怎么打？你不是说要切给我吃吗？出门的时候没有把门锁起来。有啊，而且我记得我还关了灯啊。回来了，好酷的椅子啊！天警官，谢谢你的啤酒。你一定就是韩绮罗小姐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已经进来半个小时了，如果不知道你是谁，不是太丢脸了？你们警察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做事情啊？应该说不这样就不会做事情。陪我喝一点。我家里没酒了，出去啊。走。等我一下啊，我出去办个事情，等下就回来。改天见了。哎，陈警官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喝了你的酒吗？一样。顺道给我一点。啤酒。
客套话就免了。你找我什么事？讲话还是那么直接。好吧，我是想问你，上上打还记得？就是5年前你那个伤害的受害者。干嘛？你们来往。不过我也是最近才发现，原来他就是那个当初脸肿得像番茄一样那小鬼。我想是巧合吧。不过我有点担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念同一所大学。你叫我是做了什么事？让你们警察来盯着他，他去做扒手还是做什么？杀人，范同桃在2年前杀人，法律名词叫过失致死，其实就是一种正当防卫，死者叫郑清木，21岁，这是5年前被你打到住院的女家，喝药。恐吓、伤害，反正是个坏到不行。冯导跟那家伙是什么关系？从小一起的玩伴，从小学就开始。我所有的供词都证明，胖冯导长期受到郑清木的暴力迫害，而且郑清木越来越严重。遇到最后，胖冯导承受不了那些恐惧跟压力，所以就失手杀了。就在你把他打到住院的3年之后，郑清木被胖冯导乱刀致死，结果法律判定，胖冯导因为被长期过度施暴，导致心智丧失，所以就失手。所以法律判定他不需要负任何责任。听起来的确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，但是呢，跟人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类似吧。郑清木跟范冯导之间的关系，就像你跟你弟弟陈庆一样。什么意思？郑清木不是天生就坏，他虽然有暴力的一面，可是他其实很爱慕范冯导，就像你跟你弟弟。郑清木经常挺身而出，然后经常被欺负的范冯导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失手把一个经常欺负范冯导的小孩推下楼之后，就改变了。那叫死了。嗯，摔断颈椎了。虽然说是小孩子的纠纷，莫说他出了人命。郑清木人生从此产生了180度的转变，我最后没想到还是死在一直受到保护的冯导手中，说起来其实很可悲。然后呢？你该不会是认为我会成为第二个郑清木？你知道吗？郑清木死了之后，范冯导就被送去疗养院治疗，就是你住的那一家。等他出院之后，他就去念了你念的那所大学。
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太巧合了。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范德老确实是个很可怜的家伙，可是因为他死了，两个人也是事实。我在煮水要泡咖啡，要不要喝？好。清汤，谢谢。那个刑警找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他只是问我说我最近过得好不好。我以前不懂事的时候给他添不少麻烦。真的只是这样子吗？如果你不觉得烦，可不可以把整件事情完完整整的告诉我？虽然我看起来很软弱，可是其实也不是那么不堪一击啦。而且我觉得跟你交往以后啊，我变得越来越坚强了。希望这些只是因为我自己太多心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跟通道不要有太深入的关系比较好。这些只是因为我自己太多心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跟通道不要有太深入的关系比较好。学姐，这么巧。彤彤，谢谢你今天陪我去跳话剧，不然我对油画一窍不通，还真的不知道买什么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哦，不是。今天跟学长有约啊？嗯，我们约好他打完工见面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待会就去。所以你们要去约会了，真好。也不算约会啦，因为林德要打工的关系，我们只是趁他有空档碰个面而已。我觉得你和学长之间好像有一股很深的情感联系着你们。像我，
连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，所以我很羡慕你们。对了，你赶快去吧，学长应该还在等你。嗯，那先走了。我来付就可以了，谢谢你今天陪我逛街，再怎么说毕竟我是个男人，那我跟学长问好。嗯，那谢谢。那个张玲又来了。你到底是想怎样啊？我不知道你是看上我哪一点了。不过五年前那次，我根本没有打算要救你。我知道你那时候心情不好，才会出手打人。不过我不在乎，因为可以和学长相遇，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我还是一句老话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没关系，我对你有兴趣就好。那我收回那句话，我讨厌你。是吗？看来我们的关系更往前跨进一步了。至少讨厌一个人，代表你曾经意识过他的存在。我最讨厌这牌子。我原本以为我已经够不正常了，不过你比我还不正常。对不起，我今天不晚了。学长早。喂，你快去看医生啊。我去看过了啊，医生说两个礼拜就会全好。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齐龙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要再跟同岛有任何瓜葛。为什么？我说不要再跟同岛有任何瓜葛，你听到没有？
启洛，阿斌来找你，他现在楼下。找我？哎，启洛。怎么了，阿斌？我终于想起来，而且准备赶快跟你说，那个叫同党的家伙，曾经杀过人。杀过人？我也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。大概两年前吧，有个家伙叫郑清木，他是个坏到不行的混蛋，也曾经跟我干过架。后来呢，听说他被乱刀砍死，而且死得很惨。杀了他的人好像就叫范同岛。打野，你还在不在教室？他下午没有选课，中午就走了，大概是去打工了。打工？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打工？好像是在什么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 14 Floor Snooker Club。 不介意的话，要不要我带你去？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，没事。那麻烦你了。他不出声，没说话的时候完全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一样。行，嗯。